两位感情真好，这是要挑嫁妆是吗？这已是我们店里最好的两款了，您看您怎么都不满意呀？也不是不满意，只是不知该选哪一款才好啊。自然是这款好啊，俗话说得好，一分价钱一分货。偷偷的告诉你，这个可是限量款的。限量款？是啊。那我就要这个啊。你这眼光我看不行啊。上回你我看上同一款，若是我眼光不行，那你也好不到哪去。此一时彼一时，况且上回你也是蒙中的。哼，反正我不懂世子怎么自吹自擂都成。自吹？嗯，哼。老板，你告诉他我懂吗？哟，世子何止懂啊，简直就是行家呀。哼。这么说老板，你刚刚是在骗我了？哎呦，这也不能这样说，这各有各的好处。各有各的好处。你看这个盘子色泽虽然没有那个鲜艳，但是不是显得自然很多？嗯。还有仔细看看这个盘子是不是比较透光啊？嗯，这可是上好的琉璃，肯定是从外蒙进来的，老板不知道这很稀有，弄错了价钱。当真？我骗你干嘛？你要是不要，我可就要了。哎，老板，我就要这套。那好，姑娘，您看一下，如果没问题的话，我就装好送到您府上去。看一下。哎。嗯。简单，四个字：看、听、比、试。首先。就是仔细看这个盘子的外观、形状、色泽、花纹，有没有明显的缺陷？再来，听，就是要敲。怎么样，好听吗？好听。好听就是个好盘。再来，比。两位感情真好，这是要挑嫁妆是吗？是挑嫁妆没错，但我不是要嫁他。我也不可能娶她啊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我配不上你吗？配得上又怎么样？配得上你嫁吗？你臭流氓，不要脸！哎，